都不认了，被重组了，都不认了。觉得浩哥勤快的，我们扣个一，好不好？啊，觉得浩哥勤快的，咱们扣个一，咱们扣个一。嗯，他说等他那个事情处理完之后，他说就去成都。好的，好的，到时候发消息哦。嗯，好，都在扣一吗？浩哥是一个勤快的孩子，而且浩哥也蛮孝顺的，他对奶奶这些都特别的好。这个这个有一点点。阿浩很能干是吧？啊，七哥，七哥来了。七哥送消息。哎，我你休息一下，我去干活儿。你去，你来，你在这儿。我看一下这个能吃不？哎，这个比刚刚好一些。没法吃了。那不是干的，那没干。也在地下可以吃不？搞一下，可以应该。但是没有，他没有带长裤，我这里也没有适合。浩哥穿的裤子主要是没适合浩哥穿的裤子，嗯，有点苦，有点那个啥，有点干了、啊、干了吗？但是有一点水分，能吃吗？好吃吗？有啊有啊，有甜味了，有甜味了，我吃一口。嗯嗯，是不是嘛？嗯，有一点水分，这个还有一点点水分。行了，等啥时候过去联系你，最近挺忙。好的好的好的， OK。你们要不要看奶奶？他到那下面去了啊！奶奶到那下面去了。嗯，这个不行。嗯，都懒得一直翻杯了。对呀、啊，都没法那个了，没法那个了。没有，我昨天我奶奶都说，她说我们家房子这么烂这么垮，她说像浩哥，她说外面的城市都是大房子高楼大厦的，都是说没有人会看得起像我们这样的。就我奶奶昨天不是你们让我问吗？啊，嗯，哎呀，问你现在怕不怕奶奶？不怕呀，怕啥呀、啊、这有啥怕的呀？那她不怕了。欢迎学姐，欢迎学姐。现在有啥怕的呀？啊，怕啥呀？对不对？咱又没干啥事儿，怕啥呀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，嗯，我来吧，你休息一下 啊。行。休息一下啊。行。看浩哥太累了，衣服都打湿了。哎呀，好热哟！太热了，那。热得很个，遭不住个。那直接行的汗水颗颗的滴，手上都打湿完了，汗水一颗颗的滴啊，汗水一颗颗的滴。来，咱们看新月运动一下。表姐去了，表姐回去了，啊，表姐回去了。来，咱们有小星星，一人整个小星星，家人们，一人送个小星星，咱们把榜赞一赞，啊，一人一颗就行啊，咱们把榜赞一赞啊。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咱们把榜赞一赞，因为，啊，不赞榜的话不行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送的小星星，感谢大家关注，谢谢啊。我们一人播一会儿，他奶奶钱找到没有？没有，还没找到。感谢我学姐啊，谢谢学姐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现在天不热啊，刚好适合干啊，不然天热了就不行。你以前怕奶奶，因为以前觉得奶奶有点凶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，后面了解是啥？这个属于正常的。那你一个陌生男的去一个女娃娃的家的话，别人对你不好那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但是后面咱们了解了就知道了。其实奶奶人挺好的，奶奶人挺好的，相信你们昨晚上也看到了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奶奶确实挺和蔼可亲的。我在炒菜，好的好的好的，你们都开始做饭了吗？现在都开始做饭了吗？谢谢大家的点赞，谢谢大家送来小心心啊，感谢啊。哎，热不热？嗯，有点热个。来，我把手机这样子拍着的。你那个不要弄衣服上了哦，弄衣服上比较活人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就没看到表姐了，表姐就从昨天就没回来，然后给她打电话，她说她的在她二舅家玩，在她二舅家玩就没回来了。啊，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就表姐弄的啊，是不是表姐弄的咱也不知道，对吧，家人们？下班煮饭时看你直播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啊。新月还是比较勤劳的一个女孩子啊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啊，干得了农活，啥都能干。
他心虚了。谢谢大家关注啊，感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也差不多了，五点半了，也差不多煮饭吃了，你们，啊，也差不多煮饭吃了。一边炒菜一边看自己直播，你别把锅烧糊了呀，你别把锅烧糊了啊，注意看着锅里啊，别把锅烧糊了，等一下。是个好女儿，对呀、啊。谢春夏姐，感谢春夏姐。慢点，别弄身上了。要不你放旁边，等一下我帮你弄。没事，我把它弄到一边。嗯。哎，就是热，啊，还有这边那边那一块的有太阳，就没办法割啊，没办法割，得等天再暗一点才能割。对呀、啊，现在女孩子咱都得男人去烧饭呢，哪有女孩子烧饭的，对吧？小心点，小心点。烧糊不会烧糊哦，我怕你锅烧糊了，烧糊了啊、糊了。我们重庆人是这样子，那个喝佛不分的，我们重庆人就是喝佛不分 ，H 和 F 分不清楚。等会儿再点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啊，这边还是有那么宽呢、啊、还是有那么宽呢、啊。啊，今天能不能干完你觉得心愿？啊，今天。啊，今天如果干不完的话，我只能明天来了。没事。啊，今天干不完我只能明天来了。主要这边看没有家人们，这边还有这么大一片。这儿还有一片。然后这边还有一片，这底下还有一大片。我感觉今天干不完呢，我们今天已经干了几亩地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已经干了几亩地了。去城市女孩子啥都不干，对呀对呀，啊，这还是有点多呀，这包谷感还是有点多，干不完，一下有点干不完，一下有点干不完。阿浩明天穿长裤来，对，我明天穿长裤来，这短裤我感觉身上痒酥酥的，被活得痒酥酥的。哎呀，我婆婆也是算说话和你一样，对。明天不要干了，明天才干了，回家煮饭吃。蚊子多，还好吧，蚊子没多少。好的，你在家里没干过活，没干过这些啊，饭都没煮过呀，大哥，饭都没煮过呀。哪有像这样子啊？我真的，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一种体验吧，我感觉。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是不是？真的，人生当中第一次，我真第一次割包谷杆，这么大了，从小到大啊。就没割过这个，第一次感受这个感觉啊，还是比较好的，啊，还是比较好的。慢点慢点，你就堆那里就行。等一下我来，咱聊聊天吧，聊聊天。啊，咱们聊聊天。来，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点个关注，我重新开一下。没点关注点关注啊。对，没点关注点关注，我重新开一下啊，给我一秒钟时间，我重新开，啊。没点关注，你们记得把关注点上啊！我一秒钟就重新开了啊。在你家是个宝，哎呀，没法呀，谁都是个宝啊。好了，我重新开一下，重新开一下啊，我重新开一下，一秒钟就重开啊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，感谢啊。